大家早安 ，Good morning guys，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前往秀姑峦溪泛舟。我叫阿华田，然后到水上的时候，人家会叫我牛的孩子。阿华田是我的原住民的那个母语。阿华田大哥是阿美族吗？哎呀，那个就是他。这是弯来弯去的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对我们来讲是算马马虎虎啊，因为不够刺激啊，要等台风了。所以那个泛舟哥讲的是对的，是吧？台风就是要泛舟，还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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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干嘛？台风过后来就这样子。台风天冷，因为那个水已经超过你的界限了。哦。像我那个东门，它不会让你泛舟。它低于那个警戒线的时候才可以泛舟。OK OK， 所以台风天不可以泛舟，水已经过警戒线了。真的要刺激，就是台风过后，三四天。好，到了。我们现在救生衣跟这个安全小帽已经拿了，那现在就赶快进去听讲解吧。微微的拉紧，不要拉得太紧。哦，这个大哥很好心，他看我人缘不好，人缘太差，就说直接帮我一起用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怎么穿这个救生衣。放松，只要你的救生衣放最后，脚先进来吧。脚先进来。好，脚先进来，脚再进来。好，谢谢大哥。现在来看一下泛舟安全宣导的影片。最重要的防护装备绝对不能少，要来泛舟，请您穿着轻便的长袖上衣和长裤，搭配软底布鞋或胶鞋，方便在河床上行走，并防止意外刮伤。担心烈日灼伤，请抹上防晒物品，千万不要用毛巾等遮阳物盖住脸部。下水后，同舟水手齐力顺向划桨，则可前行。若要左转，请右侧水手顺向划桨，另一侧则反向。也要请各位安心，全程将配有足够的救生员加救生艇随行保护。请各位遇到漩涡、激流时，记得口诀：收、趴、抓、后拢、抓紧绳索，稳定重心。救生艇会将您拉出。这个 team 就出发前往秀姑峦溪啦，走吧。好，上来了，现在心情非常紧张。老师，耶！文康小乐队出发！哇，帅！Thank you.
落水了，但是落水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都有穿救生衣，就是仰漂等，等待救援。中途休息的地方啦，下去吃点东西。来传递一下。哦，下来了。我们继续下半场的泛舟之旅啦。哦。各位朋友，刚发生什么？我们翻船了，被大家都被救援，但是这些大哥跟我们讲说翻船比较好玩。好，谢谢这些大哥，谢谢。就是在刚刚，泛舟第一名，泛舟中途吃便那时候认识的。嗨，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。阿爸卡巴，卡巴。阿爸卡巴是什么？那西冷面很好吃。你好吗？肉骨茶。对对对。刚刚就跟他们小聊一下，你们也要环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要去哪些地方？台北、新竹、花莲、台东、垦丁、台南。你们中文讲很好哎。中文是本来就有学吗？对，从小就是中文，我们的母语。难怪中文讲那么好。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国家。台语，便当很好吃，便当很好吃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刺激很好玩，刺激，教练都很好。马来西亚有这种吗？有，但是我们不会去玩。原来如此。国外，对，台湾比较刺激。好好，台湾很棒。那你们到台湾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风景好，态度好，服务好，对，台湾环境好，钱花光，为国争光。等一下，这真的没有套好，我们真的没有 re 过，对不对？这么喜欢，这么喜欢台湾，玩得开心。Welcome to Taiwan， 欢迎来到台湾。We love Taiwan。好，谢谢。像我是试穿长袖嘛，但是我因为没有带到长裤，长裤只有带牛仔裤，所以我就穿短裤。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两节颜色？两节，这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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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，超级明显的。那像我有看到，就是有些女生可能爱美，有没有穿的比较少？那她们一定是都有晒到这样子，所以真的还是建议大家，除非你就是要拍摄好看什么的，要不然。能穿个长袖比较不会晒伤。